这个是原版啊，原版啊，这是原版的，100块都不给我。接下来呢，我要那个读，要演绎的是读一。常德话版的100块都不给我。来了啊，走到这里来了。常德话啊。就是独一去到了牛商家里玩了之后啊，你们懂的。此处审阅3680字啊，独一，我现在就是独一啊。臭不要脸的牛商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你100块钱都不给我，老子从西安这么远的地方才去高跟鞋的来找你，这么热的天，老子在火车上快热死了，你还连100块钱都不给我，你心里真的是气的呀！大家你看看平平姐啊，你看看平平姐，看看平平姐，你看这个人，这吧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。你不要看那西装一穿起，领带一打起，头发梳的这么亮，皮还擦的清亮清亮的。我你讲，我从西安那么远的地方来找他，我陪他那么久，他竟然连100块钱都不给我，我容易不容易啊？啊！我从西安过来的呢，西安好远呐、啊！本来我是想坐飞机的，我一摸口袋又没摸得满大钱，是不是的？有大车也麻烦，我就只能够坐火车，火车最便宜啊！我是蛮有钱的人吗？我只是找他要100块钱，他哪么跟我讲的？你是抢劫哟！我是抢劫的人吗？我长得这么标致，我是抢劫的人吗？要钱有钱，要后有后，站起桥子真的不得了，我是抢劫的人吗？100块钱你都不给我，你还说我是抢劫的人？我从那么远跑过来，你100块钱都不给我，你还说我是抢劫的人？